經過了呢個國民教育嗰次，又或者是D100那次是有自我設限的一個群眾運動，國民教育也是自我設限，不過他放在最後，最後就不要搞了，一夜燒兵。我想今次呢大家是有一個即係有個態度喺度啦，就話今次你唔好因為任何人到嘅時去停，咁你就停啦，就要將件事咧有幾盡去到幾盡啦嚇。即係而家立心即係想喺禮拜去遊行嗰班朋友，即係或者嗰班教授啦。第一樣嘢咧就係咧，你唔好重蹈呢一個國民教育同埋D100嗰兩翼嘅覆轍。